当店规盘规盘，可一碗一碗，看起来相当好食款的物件，都是羊排的料理。不管是大还是汤的，在凉凉的天气当中，吃起来是相当温暖。天气来反凉，民众咱有食补的习惯。新化区农会特别举办的羊排推广活动，今年慢慢接到第三档，而活动就选择在新化果菜市场来举行。现场一个羊排汤的夹子来摆搭，点手艺吸引真侪民众到场来参与。而羊对这羊排到北来会当做成专用。料理甲家将这羊肉发挥到尽崩，今天伟天嘛专程到场来参与，伊来讲羊肉是真侪人食补的选择，希望借由活动，和平将这回品尝到冬季各在地新鲜的农特产。天气凉，渐渐吼变较凉啊，所以呢，咱大家吼爱补一下吼，食羊肉是温补的上介好的吼、其实台南过去咯，是惊啥？是惊牛肉汤，但是咱羊肉。不管是参药材来炖炖冬瓜，还是讲羊肉的清汤，搁较清甜，搁较好食。这个食羊肉，这是上介好的。不管是季节，还是讲平常时，就算不是冬天、秋天，就算是平常时，你食一个羊肉的清汤，嘛是足好食。伊羊肉推广活动现场，我今仔是点手艺烹出各种羊肉变烤出来的料理。龙阿舅是表示讲，台南市养羊场是有180场，而且头数有22600外只。鸡肉羊也是这牛羚羊，一年产值有2亿6000万。而新化区、甲嘉义区、甲关庙区是前三大生产区。配合的活动，主办单位嘛准备了羊肉汤、甲羊羚，搁有这羊肉的这牛羚汤来和民众来做品尝现场。就是相当热闹。南天新闻台下新华采访报道。